嗨，大家好，这是肥波。今天呢，再度来到我们一周一次的年终回顾特辑。这一次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2021新北美食地图最想恶刷的六家店。好的，那我们就不要废话，直接开吃。好的，各位观众，首先第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超人鲈鱼汤啊，它是一间新店在地开了将近20年的鱼汤专卖店，地点就位在新店区公所的旁边，非常的近。那我点的就是他们家的两大招牌鲈鱼汤尾段，配上一碗小卤，然后呢不然一小失控，还有再点了一份柴烧麦芽猪脚。好的，那我们首先就从它的 LO 霸本起手，外形上看起来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啊，走的就是一种有带皮的肥肉感，同时呢还自带光，而且感觉胶质非常的够。胶质感真的非常强烈，然后卤汁的部分我觉得是咸味为主，带一点微甜，所以即使大部分都是这种肥肉，吃起来呢也不会有过多的油腻感，然后再来就是那种肥油包覆饭粒的感觉，爽度相当之高。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种颗粒感比较强烈的饭，跟它的肥肉肉形成一个对比，这样搭配在一起呢才能够相辅相成。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它的柴烧麦芽猪脚，我觉得这一份100次非常划算，而且它很贴心，都帮你已经稍微去骨了一下。猪脚的卤香也是非常的够，而且你吃得出来，跟它卤肉饭相比呢，多了一层那种淡淡麦芽的香气，然后整体卤的口感，我觉得是在软烂跟 Q 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个人很喜欢这种适中的口感。而且几乎都是皮的部分，猪脚都是要这样吃才爽。好，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喝它的鲈鱼汤。早餐喝的鲈鱼汤真的是消不一波。汤头本身喝起来真的就是一个清香，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淡淡鱼肉的鲜味，然后再来呢就是九层塔的清香，不会有什么过于突出浓烈的味道。我觉得鱼汤呢就是应该要这样。我来吃一个它的蛤蟆，而且他们家每一颗蛤蟆看起来都超饱满。你可以吃得出来，除了蛤蟆的鲜味以外呢，一样是被它汤头的那种清香给包覆着。好，那我们最后就来吃它的鲈鱼本体，它这个肉量真的是没跟你开玩笑，而且我觉得鲈鱼尾最爽的就是刺很少。毫无疑问，目前为止最爽的一口。你很少吃到鱼汤，它的鱼肉是能够保持这种嫩度的，因为有时候都会放太久，就变得比较扎实。但他们家这个肉质呢，还是保持非常的嫩，然后它的皮会增添一点胶质感，非常好吃的鲈鱼肉，我觉得比我以往吃的清蒸鲈鱼肉还要好吃。OK， 各位，总结而言，我觉得这家还是属于不用多说路线，鲈鱼汤必须吃一下，鱼肉的嫩度绝对绝对可以征服你。好，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好的，各位观众，接着下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高记生炒鱿鱼羹。那它呢，就是在板桥黄石市场里面非常夯的一间小吃摊。那我当然呢，就是点了一碗生炒鱿鱼羹，配上综合炸物，两个加起来呢，也是不到100块。不过它其实是两家不同的摊子啦。OK， 各位，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开吃。那我们首先呢，就从它的生炒鱿鱼羹起手，里面鱿鱼的量真的是超多。然后它的羹汤呢，看起来就是这种酸辣底，然后带一点蒜末的感觉，试一下。首先第一个感觉是，除了它鱿鱼口感很好以外，羹汤的调味真的优质，一点酸辣感但不会过头，带一点微甜，还有点蒜的香气。然后它鱿鱼本身咬起来就是非常 Q， 带有点鲜味，跟它羹汤本身的酸甜香搭配的非常刚好。而且它里面的高丽菜啊，吃起来是有点像是泡菜的感觉，跟一般的羹汤不太一样，吃起来是非常的脆，就有脆有 Q， 羹汤的味道又好，难怪生意这么好。好的，我们要速战速决，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它的综合炸物。那它里面有萝卜糕、芋果跟这个米肠，那我们首先就来个双芋果起手。各位仔细看，它里面是有这个整块的芋头块的，然后上面还有淋上点辣酱，还有一些蒜片。
我必须说，口感真的也是非常好。虽然说表层不是走一个非常脆的感觉，但我觉得重点是它芋果那个粉浆咬下去扎实，带有点嫩嫩的口感。然后你吃到它里面的芋头块的时候呢，不仅更增添芋头香，同时呢还有那种芋头本身松软的质地，非常便宜，但真的很好吃。好的，各位，再来是我们的米肠，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花生的，因为我觉得它淋上的酱真的是蛮好吃的。米肠呢，它那个糯米的香气也是很足，咬下去呢就是 QQ 糯糯的。不过我仔细一看，它这个综合炸物的分量真的还蛮多的。最后是我们的萝卜糕本人，萝卜糕的外皮呢是这三个里面最酥脆的，然后因为它又切得很大块，所以整颗入口口感非常好。但我个人最爱的呢还是他们家的芋果，那种口感满满的芋头香，配上里面的芋头块。好的，各位，我要专心吃了，因为生意真的非常好。那总结而言呢，高级生炒鱿鱼羹配上旁边的综合炸物，来到板桥，来到黄市市场，没有不来试一下的理由。 OK， 那我们就待会见。好的，各位观众，接着下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洋日式料理。那这一家其实我大概一两年前就有来拍过，真心觉得他们家这个胆固醇冻是我至今吃过最爽的海鲜冻饭。而且各位看一下，他们家走的都是一个叠好叠满的路线，不用说摆得像玫瑰花一样非常浮夸，我就喜欢这种路线啊。当然我相信老板还是花很多心思在思考怎么把它堆叠的整整齐齐。好的，各位，那我们就不要废话，边吃边给各位报告到底有什么好料。个人吃这种海鲜冻就是喜欢正面突破，所以我们就从上面的海胆开始吃起。新鲜的海胆那个甜味完全是不一样，而且呢你入口真的是没有在咬的，直接给它化开，然后满满的那种鲜味就会释放出来。我们再来下一口炙烧干贝配上一大坨海胆，虽然说这是海鲜冻饭，我们应该是要配着一起吃，但物理上呢这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感受一下海胆的甜味配上干贝 QQ 的口感，还有表层稍微炙烧的味道，爽度真的是有点超标。再来下一口炙烧比目鱼边配上一抹海胆跟鲑鱼卵，他们家比目鱼边的应该是我吃过能够兼具 Q 以及那种微微可以化掉的口感，然后再来就是满满那种海鲜的油脂感。我们帮它淋上点酱油好了，各位看一下这个厚度还有新鲜的感觉，厚度与鲜度兼具，爽度真的是相当之高。再来试一下它的鲑鱼，鲑鱼的这种 Q 度又更加的强烈，然后呢就是那种鲑鱼油脂独特的香气。我们再来下一口鲑鱼配上它的海胆，我觉得吃海鲜冻最爽的就是你可以自由搭配一些你平常不一定会吃到的组合，可以让你的口腔感受一下全新的体验。再来呢是一片红干，然后呢再配上一坨鲔鱼泥，最后点缀一点海带芽，相当专业的吃法。经过层层的关卡，我们终于看到饭的本体，扒一口饭，醋饭的酸香很够，然后也不会说过于湿软，就是一种 QQ 的口感。帮它抹上一点wasabi，配着饭扒了一口。好的，那我们最后就来吃一下老板招待的，好像是鳕鱼白子，我有点忘记，感受一下。我必须说吃起来感受不太到什么味道，然后口感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液体的感觉。 OK， 各位，总结而言我相信不用多说，个人真的非常推这一家。而且你可能会觉得一碗680是不是有点小贵，没有没有，其实你换算成日币大概2500多块，你去日本也不一定可以吃到这种水平的，至少我上次去东京吃了10天是没有看到。各位如果来到中和，非常推荐试一下。 OK， 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接着下一站我们要吃的是广东镇龙城烤鸭，地点呢就位在捷运永安市场这附近。那我点的这一份就是他们家的三宝拼盘，哎，没有错，专业的来到这种烧腊店是没有在吃饭吃菜，直接把它当成美式烧烤处理。那里面呢就是有一整只的这种烧鸭腿，哇，非常的幸运，我一点多去买，竟然还有腿的部分，然后呢再配上满满的厚切叉烧，最后呢就是我们的油鸡腿啊，这样一大份呢只要300。
300块，相当的划算。那它有附上一包烧腊用的酱汁啊，我们就先把它淋上去再开吃。淋上去以后，这个爽度看起来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档次。而且我觉得这种烧腊拼盘真的是外带，视觉上看起来真的是更爽的感觉，因为都很挤，叠满肉的 feel。好的，那我们首先就从它的叉烧肉起手，感受一下。口感本身真的是非常的嫩，而且你吃得出来是一种外层酱汁的微甜，跟它烧肉本身的熏香搭配在一起，然后外围红色的那一圈呢，就是带有一点微微的硬度，但中心就是非常的软嫩。我们来一口边缘的部分，这种地方都是最好吃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试一下它的油鸡腿，表层的光泽看起来非常漂亮。油鸡本身呢，真的也是非常的嫩，然后表皮就是一股淡淡的卤香，其实不会过头。我们来一口它的油鸡腿，还在滴汁啊。它附的这个酱包啊，各位真的是不要犹豫，大胆的给它撸下去，味道非常的好。好的，那我们最后就来试一下它的招牌烧鸭腿，光看它表皮的色泽就很不一样，油亮油亮的感觉。不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他烫吃了骨头是，没事没事没事，被突袭的，然后感受一下他的烧鸭腿。虽然说我好像重复了非常多次，但真的也是很嫩。而且各位看一下它的皮呢，我刚才是非常轻松的咬下去，你就知道它吃起来不是韧，而是薄薄的脆。而且你吃起来它也不会说过于油，主要就是吃它表皮的那种香气，连皮带肉吃下去的爽度真的非常的高。烧鸭绝对是这三个里面吃起来最爽的。好的，各位，总结而言呢，广东正龙门镇烤鸭把它称作中永和第一名的烧腊店，相信多数人绝对是认同的。各位有机会呢一定要来试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最后一站。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接着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金大卤肉饭。那相信这家不用多说，三重在地的卤肉饭王者绝对必须来吃一下。那我点的呢就是一碗小卤，配上一份卤白菜以及它的鱼肚。好的，各位，那我们就从它的 low bar 分起手。色泽看起来跟我最近拍的几家卤肉饭相比呢，没有到那么的浮夸，没有那么深哦，走的就是一种很自然的酱卤色啊。高手看似都比较客气，感受一下啊。这一口下去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它的评价这么高。近期拍自己家卤肉饭呢，我都把它称为高端卤肉饭，入口那种油脂化开已经是标配了，但他们家除了化开的油脂感以外，又多了它表皮那种微微的 Q 度，它是这种带皮肥肉，整个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卤香真的很不一样。我再来感受一下啊，太震惊了。我只能说我最近拍的这几家卤肉饭他们都是很直接的冲击，但我觉得他们家的卤汁呢又多了一些更浓郁的那种，是一种家常感但是你妈绝对也做不出来的味道。我应该点大卤的啊，小失误。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它的卤白菜，表面呢还有撒上点黑胡椒粉，感受一下。应该是我吃过炖煮的最软烂的卤白菜，然后味道方面就是那种微微的黑胡椒香，配上点虾米的味道，刚好呢可以跟这碗啊火力强大的 low bar 本综合一下。而且我一口白菜下去，马上又想再扒一口卤肉饭。我们来一口猪皮卤白菜，配上它的 low bar 本。好，那我们再来吃它的这个卤鱼肚，从它的重点胶质部位下手。吃这个呢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咬下去真的就是非常的软烂，那种油脂感，但其中还是有夹杂点鱼刺的。然后味道方面呢一样是那种微甜的酱乳香啊，同时带一点豆瓣的味道。试一下比较瘦的部分，瘦肉的部分吃起来当然就相对比较扎实了一点，但一样呢也是吸满它卤汁的那种香气。
OK， 各位，中秋节呢，金大卤肉饭，我只能说今天点这三样拳拳到肉，非常对我的胃，特别是他们家的肉霸本，来试一下，绝对能够刷新你对于肉霸本的认知。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赖冈山羊肉，地点呢一样是位在捷运七张站的附近。那他们家呢主要就是卖各种羊肉汤啊，除了我点的这种羊小排汤以外呢，还有像是羊肉片啊、羊腱肉跟带骨羊肉汤等等的。那当然来他们家呢一定要再配上一碗肉霸本，虽然今天我们前三家都有饭，再吃下去真的是有点小母汤，但是各位看一下这个光泽，能不点一下吗？那我们就先来扒一口他的肉霸本，感受一下，它直接粘在我的筷子上，你就知道它的胶质感是多么的强烈。开扒，开扒。OK， 我本来以为我们今天早上那个超人卤肉汤的肉霸本火力已经很强了，但刚才这口下去，我只能说他赢了。个人是跟在这种甜味比较强烈的卤香，然后真的就是超级强烈的胶质感，而且你看它米饭的色泽就知道，卤汁是完全透底的，非常够味。马上再来扒个一口。虽然说叫做冈山羊肉，但我觉得他们家卤肉饭真的是完全不输那个北投的矮仔菜，应该可以说是我拍片到现在前几喜欢的肉霸本。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他的羊小排，他有附一个有点像是豆瓣蘸酱的感觉，配着这样吃一下。口感本身相当好，是嫩的，但同时可以稍微嚼一下，嚼的过程呢，满满的羊肉香就会释放出来，然后我有预感他的汤头会非常好喝。汤头喝起来就是那种很甘甜的中药香，带一点羊肉味以及那种姜丝的香气。不过我觉得重点还是它羊小排本身真的是够嫩，其实你不沾酱就已经很好吃了。虽然小小一块咬下去，但真的非常够味，非常值得为了这碗卤肉饭来新店吃个一趟，一扒真的就停不下来。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2021新北美食地图最想二刷的六家店。那虽然说新北地区呢，我个人是还没有到通通拍片啊，但我算了一下，也拍了将近有30家店，所以今天这六家呢，绝对呢都算是精选中的精选，个人真的是非常怀念。住附近的应该还可以去外带一下，像我真的是完全不太可能。期待有一天一切都好起来，可以再度回归开吃。好的，那我这样啦，详细的店家资讯一样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感谢各位的收看，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